暗时六点外，文化局演艺厅头前就来了真济民众，准备排队进入来欣赏浙江小百花话剧团伫台湾的头一场公演。在南投县政府的邀请下，带着著名的浙江小百花话剧团，拜五拜六两天，在南投县文化局演艺厅举办两场公演。也因为这是小百花话剧团来到台湾巡回公演的头一场演出，拜五暗时是吸引了不凡的人潮前来欣赏。今年来呢，就是我们南投县有三位总统教育奖，他们来花这个奖学金来鼓励他们。同时也来鼓励我们南投县消防助工协会，所以小百花豫剧团除了演技精湛以外，戏曲呢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奖项同时又发挥爱心。除了以爱心捐款来回馈南投乡亲，这次小百花剧团阁邀请了之前得到总统教育奖的詹君豪，全家大小做伙来欣赏。我很谢谢县长还有局长，还有小百花越剧团的叔叔阿姨们，我很感谢他们帮助我，给我奖学金，鼓励我，鼓舞我。花剧团这次来到南投，带来的是陆游与唐婉一剧，精彩演技以及使人感动的剧情，让南投乡亲是享受到一场高艺术水准的国际舞台戏剧。拜五拜六连续两天演出，官府又特别安排在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来实时转播，好看又精彩演出，好在场民众在演员下无时的破声是维持了几多分钟，成功的公演得到受观众的大声鼓励。记者金明山采访报道。